朋友们大家好，感谢关注救火大伟，这是天津的救火市场。然后早上起来8点，买电动车啊，省1000块钱。不买电动车，我光给孩子买。对，这样你妈说你。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淘到什么宝贝啊。早上起来我是5到6点就起了，然后开了100多公里到的这个天津。是全品吗？这怎么卖？20。20。啊，有个冲线。就这么一丁点儿。哦。你看，比这个这么大的，比这大。那个粉红的，不是那个粉彩那多少钱呀、啊？粉彩的我要150。五十。嗯，我想想，我绕过去看一眼吧。看见了吗？就这一块。别墅一点毛没有，这么大环红椰子少，我卖过比这个、比那大一号，比这小一号的，你看看，22的，这样的都有，就这么大的特别少，都是民国的，这个是，啊，都有颗了，这个。你那没份儿。底下的没背儿，有线不？有冲吗？有冲，有裂。哪有冲？哦，那呢？都有点小瑕疵哈。小瑕疵，我看看啊，要能要的都多要点。行，咱也拿货。咱也可以上。这盘你最低能给多少啊？这就是卖价。那当然，你要别的多呢，我可以适当给你减点试试。题材比较多，是福寿三多。关键是嘛，这么大的碟子，是目前来说啊，少，确实我知道。你要是买这种老碟，你就应该知道是现在市场情况。这种就是冲太多了，这磕的太严重。哎，这我想要，但是有个冲，它不是全品。是，便宜不了太多是吧？我再看看吧，那个刚来。你不看过红线的？啊？红线的碟子。哪个？这是红线的。啊，红线粘制。嗯。这个您多给我便宜点，我就拿着了，行吗？就便宜不了，因为这种碟子少，我买来之后也不太便宜。行，那啊，这儿还有这豆青的，啊，都是问题多点。下刀。对，刀光。刀工。来，我看一眼。刀工。啊，这冲还小点儿，这假庆米，这20，这假庆米。现在这种，原来说这种老碟子啊，想买谁都想买全品，但是全品的，是都有点小毛病。这个多少钱？很少很少，100块钱。最终还是把这个大号的这个矾红牌。还有这个道光那个小牌儿拿下了，10块钱就，因为这么大尺寸的确实也不好遇，不好遇的。然后那个豆青牌呢，那个豆青牌呢，是因为后面有道光，有年号，所以这也算在天津没白来一趟吧。
哎，朋友们，咱们这回到家了啊。然后这四样东西就是今天去天津的这个收获。这儿摆着一个是前两天大柳树收的这么一个小号猫盘，今儿正好给他找了一半儿，哎，一模一样大，正好凑一对儿，特别不错。然后最后两个好的一会儿再说啊，还收了一个这个鼻洗，也可以当水仙盆儿，可以看看后边，乾隆年制，这是大新活啊，这不是古董，但是呢也有个十来年了，就觉得挺漂亮，然后就给它收了，到时候种水仙或者是写毛笔字儿，到时候就能派上用场了。那么这两个咱们都不多说，主要是说说这个。还有结合处，100多年，100年左右吧。缩幼点，这都是一个非常开门的东西，因为大，所以旧货大伟就给它拿下了，非常漂亮，材也没有怎么脱，特别特别好，很满意啊。就是稍微贵点，贵也得拿下呀，要不然跑了就见不着了。还有这个，哎，这不是老见着吗？这些我都刷了啊。它釉水不错，但就是一条非常小的短冲，然后还有点这种蚂蚁咬，这算最大的一块了，剩下这些都不叫事儿。然后为什么买它呢？就因为当当当当，后边写着道光呢，这是道光本年的，有水啊，所以有点反光。道光皇帝是乾隆爷的孙子，是慈禧老佛爷的公公，因为慈禧老佛爷他老公是咸丰，这是咸丰他爸道光。道光在位第一年就是1821年，现在是2021年，刚好200年整。所以呢，因为有这个道光这款儿，所以就买下来了。这都砍不下来，这个盘子是100块钱拿下的，非常开门，清宫漆，斗青釉，所以这就是今天咱们跑了一趟天津收的这些东西，来回230公里，油费大概100块钱，过路费70。买这些东西其实很少啊，真是没有遇见什么，但是没关系，这回从旧货市场出来呢，大伟在这个天津的一个下乡收老物件的同行手里
买了一批鱼盘，先不给大家多看啊，有全品啊，不给大家多看。关注我，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点点小红心，然后下个视频带大家看这些年年有余的大鱼盘。好，感谢朋友们关注旧货大伟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家里有老物件，有闲置物品不想要的，欢迎联系我，咱们下个视频见。